塞斯说，生物并不是因为竞争而活下去，是因为什么？爱的互助合作。各位，可是人类却把自己跟大自然对立，人类把自己跟人类对立，所以人开始有了敌对的国家的概念，人开始有了敌人的概念，而人潜意识的把这个世界视为不安全跟威胁感。各位了解吗？潜意识我们开始不安全，我们觉得谁都会威胁到我们，甚至我们开始觉得大自然在威胁我们。各位，所以人没有活在平安跟喜乐，人没有活在所谓的上帝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瞎了狗眼，明白吗？我们看不见。我问大家，请问一个常常自怨自艾、常常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人，看得到别人的善意吗？常常都觉得他是受害者，都觉得所有人都在欺负他，看得到别人对他的善意吗？看不到。一个觉得所有的老师都在对付他的学生，可以感受到老师的善意吗？一个觉得所有的警察都在追捕他的歹徒，感受得到警察的善意吗？他绝对感受不到，他只会觉得警察只想要抓我，明白吗？一个活在自己的孤单里面的人，是感受不到别人的爱跟善意的。一个常常自认是受害者的人，是感受不到别人的善意的。来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再是说，我们已经对人类自己的合作天性来划线。人天生喜欢合作，这是人的天性。好，我们已经对人类天性的合作天性，天生对同伴之谊的渴望划线。各位，天生对同伴友谊的渴望划线，想照顾别人的倾向划线，还有利他的行为的天生倾向请划线。人类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，了解吗？好，各位，好，如果假设，好，我们是迷途的羔羊，来，请再把这些信念找回来，请在我们的内心跟所有万物，我想不只是人类哦，包含矿物，包含植物，包含动物的王国的什么？第一个，合作天性。各位，不要再去对立了，合作天性，万事万物的合作天性。因为人很容易树立敌人，各位了解吗？好，包括我讲人类的世界。好，各位就会说啊，这个理论嘛，那我会告诉各位，他如果是理论，那现在 ISIS 在跟谁对立？俄罗斯，西方国家跟俄罗斯都是吗？啊，甚至台湾也在跟 ISIS 对立啊，因为我们被奥巴马列为同盟国嘛。各位，什么时候他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的？就在对抗 ISIS 的时候啊，他要拖你下水的时候，就会说你是一个国家嘛。所以 ISIS 听说也要准备攻击台湾嘛，因为他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嘛。所以对我们比联合国对我们还要好，联合国都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， ISIS 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大家一直用竞争在彼此对立？人不相信我们的合作的天性，还有天生对同伴的友谊的渴望。人天生渴望友谊。各位，我先这样讲，人不一定一定需要爱情，可是人一定需要同胞爱，这样明白吗？对，男人没有女人不一定会死，女人没有男人也不一定会死，可是当一个人没有同胞爱，可能活不下去。所以人天生想跟人建立友谊的渴望。好，我讲个实话，现在看起来大家好像很热闹，好像很多朋友，可是我说句实话，你们真的能够对朋友敞开内心的有多少？有没有？第一个，会不会怕被看不起？第二个，会不会怕有一天对方捅你一刀？第三个，如果你有不好的地方，怕不怕人家嘲笑你？
不喜欢你，有没有？所以各位，好，所以三思心法，希望我们真的去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。OK， 还有人天生想照顾别人的渴望。各位记不记得徐医师之前出的那本《冲动》？第二本是什么？信任。当我们讲到冲动，你们都想到抢到抢劫超商的冲动，啊，想去当小三的冲动，啊，想去杀人的冲动。各位，我们这边讲的是什么冲动？渴望同伴的友谊的冲动，天生想跟别人合作的冲动，还有利他性的想照顾别人的冲动，希望别人越来越好。各位，看到一个弱者，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，你天生想去帮助别人的冲动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本性。所以赛斯心法说，我们跟随冲动是跟随这些冲动，不是跟随杀人放火的冲动。各位理解吗？所以我们讲的冲动主要是这里提到的想照顾别人。可是各位，不是你必须被迫强迫去要照顾别人，这不一样，这不一样。好，发自内心自愿的才是真实的，被强迫被规定的你永远是不爽的，明白吗？想照顾别人的冲动，天生想要利他，人天生想要对社会有所贡献，人天生想要对人有所贡献，人天生想要对别人有用。各位仔细听哦。所以很多自杀死掉的人反而不见得像各位以为的他遭遇多大的痛苦。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来，大家猜到了没有？他不再觉得自己对别人有用，明白吗？很多自杀的人都是觉得我的存在，第一个不再对别人是有用的，第二个我变成别人的负担，我不但不能对人家有用，我还是别人的负担。所以常常自杀者不一定是遭受很大的痛苦跟压力的人，也不一定是过得不好的人，而经常是觉得当我觉得我不再能对别人有用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？所以有时候年迈的父母亲为什么常常很快死掉？尤其是当他不能走路了，跌倒了，骨折了，因为他觉得我不能对我的孩子有用了。各位，好，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，有时候对年老父亲的父母亲的孝顺，有一个部分是让他对你有用。各位，让你的父母亲对你有用，这个有用不一定是体力劳力的付出，也许他是可以安慰你的，支持你的，肯定你的，鼓励你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天生想要对别人有用是人的天性，是人的天性。好，